的魔力苏醒在破晓，监狱魔法的大陆在燃烧，文明的祷告谁去祈祷，知天地之火深渊血战魔真空，地龙之城在咆哮，法师界的竞争浩渺，地精之城飞艇制造，庇护者在精灵祷告，天堂里地狱里总有这不散的杀意，逃不离出不去永远洗不清的过去，深渊之中恶魔笑，爱人城堡地火又燃爆，海王之极顶地角，兽人之国祭祀战鼓叫，看穿星空，魔法界是奇巨龙，战未免和山石与共，战未免直到造创世之高，一举看穿星空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魔法工会的求助区。求助区？工会的魔法师在修行或配置魔药时，如果遇到难题，可将自己的疑惑写在这里的柜子上。其他魔法师若知晓答案，可以在这里留言，并留下自己的魔法师编号。一旦证实答案正确，会得到发布者给予的报酬。魔法工会也会进行奖励。哦，这都不知道，装什么大师啊！走，过去看看。啊！切！通过这里的问题，应该可以了解到奥兰多王国的魔法水平了。这是有关醒神药剂的，在配置醒神药剂时，醒神草加入的时期需在魔魂草反应结束的瞬间，但此人每次按照流程配置都会失败。你看下面还有配置的详细过程。看来发布任务的是名四级魔药师。你怎么知道？醒神药剂是四级魔药剂，能够尝试配置醒神药剂的必须是四级的魔药师，否则光是精神力强度就无法达标。此人的魔药基础知识完全没打牢吗？魔魂草的效力共有三重，所谓反应结束的瞬间是指醒神草第三重反应的结束，此人显然在第一重反应结束后就加入了醒神草，这药能配置成功才怪呢。叶璇，如果醒神药剂是四级药剂，那整个魔法工会都没几个人有资格配置，你胡乱作答会惹上麻烦的。放心，回答问题我是认真的。搞定。一号怪是欧阳会长为在求助区做出表率所提出的一个问题，整个黑石城都没人能解答，这小子居然一本正经写了答案放进去，难道他比欧阳会长还厉害吗？切，可笑。这位先生，你的感冒药剂还买不买了？当然买啊，加上其他魔药一共多少钱？你给我送过来。7个金币。
嘿，拿。办公室难道在修炼？世丹助理，世丹助理在，古虚大人一定在里面。世丹，我真有要事要通知古虚管事，还请通禀一下。哼，你一个服务生能有什么要事啊？啊，大人正在修炼的要紧关头，若是打扰了大人修炼，你一个服务生赔得起吗？是古虚大人让我一遇到那少年就第一时间过来的，还请闭嘴。什么少年老头的，别怪我没警告你，打扰了大人修炼，你以死谢罪都不够。我喏，这是你要的药剂和材料。再给我安排一个魔药配置室。哼，装，你就继续装吧，老娘可没工夫伺候了。嗯，这个，21号魔药室还空着，你自己去吧。走吧。关注若恒文化公众号官方微博，第一时间获取动画漫画更新信息，抽奖赠送价值20万人民币的周边福利，每周都有好礼相送，大家快来关注吧。